玩水上活动的是的那个服装啦、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准备去迎接柏流的太阳啦、啊，然后还有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国家，所以我很期待那边的文化的一些冲击，或者是关于这些在太平洋上面的历史啊，这些过去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，我很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的去了解这些。又期待，但是又带一点感伤，因为已经太久没出国了。